这个传统的东西，你看他们的服饰，然后咖啡，刚才我们订的东西还没去拿，我们赶快去看它弄好了没。哇、wow, ，Look nice！ 现在我们在哪里？刚好碰到伊索比亚节，所以哇，好，太棒了！现在带我们去哪里啊？非洲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抹布吗？它的主食。哦，这是可以吃的、啊。对。哦，哇，好吃。嗯。这也是伊索比亚食物吗？好。OK。安。努力飞机。哇，今天太兴奋了！哇，2块钱一包、哦。索菲亚的咖啡是最好的，索菲亚罗比卡的来源，最好的咖啡。索比亚的咖啡哦，哦，是什么？那个就是烧香，然后他说要闻。哦哦。索比亚，哦，这个是科巴籽哎，从伊索比亚来的。科巴拿来做香是吗？对，做香。他说你要闻它的味道。现在 OK。哇，新发现伊索比亚也有科巴籽哎，像年轻的琥珀。过来参加，结果呢是伊索比亚的这个呢一个州，前几天呢这一个台湾的州，我们上次呢去过伊索比亚，所以我们刚试了他吃的东西，还有咖啡，哇，超赞的哦，非常好玩。我觉得伊索比亚非常的这个热情，人也非常好。伊索比亚挺富裕的，他们其实也会讲英文，第二官方的语言。那我们刚刚在逛这些摊子的时候，竟然有看到那个科巴籽，就是琥珀的前身，年轻的琥珀，他们呢用来弄香料用的，很好玩。这个东西呢，在纽西兰呢，他们当口香糖来吃。哦，在每个国家的用途不一样。如果在印尼的话，他们做饼干的底下的那一层的垫子非常有趣哦。所以今天呢，看到伊索比亚州这些好玩的东西，也可以看到宝石哦。